螺丝松而已，紧一下就行了。好了，试试吧。好了。哎，这儿还有个松的呢。快救我！快救我！快救我！我开不了警。 这回是真受伤了。谁让你骗我先的？陈佳兰。何正玉。谁让你逼迫我修灯的？谁让你矫情的？谁让你矮的？谁让我担心你？行，我错了。 扶我起来了。哦，我错了。刚才我们一起帮李思成、陈建富，占友情分上，原谅我吧。对了，那个维权的案子你赢了吗？你这个问题问的，哎，等于白问。 也是，律师界的不败神话嘛。那李自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想看看吗？嗯。